第一名。你有意見啊？你知嘛？我唔係你，我都係你班，因為我真係好勤力，但我唔想你讀書嘅動力就係為咗對抗 S 班，同佢哋鬥係冇意思噶。整個畫面好黑啊，好似個黑洞咁啊！你搞掂好自己先，你其他嘢。我只是不喜欢有些老师人前又装模作样，人后就煽风点火。你这样怎么跟大家交代啊？有阵时的事不是表面看那么简单。大家觉得这些成就是怎样变出来的？连你都觉得我做错，最后结果对大家都好，那不好吗？那是不是你懦弱咋？在这个资本主义为上的社会，有能者居之，大家追名逐利十分正常，阶级制度亦都理所当然。他们终于毕业了。